哎，可能因为老了，所以就越来越少做这种歌，这样都做一些什么慢歌？啊，偷懒是吗？不过我很想做 disco 啊，真的，我也是。你们喜欢吗？那其实有一件事情应该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但一直没有说，对，因为他没来，我也忘记说，就是我们今天吉他手今天因为他有一些兵役的问题，所以没有到现场这样，但是他的吉他声音还是依然有放出来这样，与我们同在，给他一点掌声鼓励好了。耶，就差没帮他做个人形立牌这样。哎，这样酷，下次表演什么时候我们来做一下？真的吗？蛮酷的，啊，这只要头像就好。好，我们比较想放别的吉他手。哦，有没有别的选择？什么 Slash 之类的？好 ，OK，OK。对，好，我们是爽乐团，然后，我们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上 YouTube 听一下我们的歌。那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觉得是我们歌里面 MV 拍的还不错的一首，这样让我觉得他在讲很多乐团的生活，就是玩乐团的生活。我想大家对台下也有玩乐团的朋友吧？对。那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玩音乐的生活其实跟大家生活没什么不一样，就一样也要吃饭喝水，但只是比较困难一点的，就是说当你要吃饭喝水睡觉，但是你还是想要做自己的梦的时候，就会比较需要一些毅力跟坚持。那送给所有为了自己的梦想有毅力跟坚持的朋友，还记得那首歌，谢谢。
写歌的意义就是在于，就是跟人家分享，就是你心中的世界，然后是那种就是很坦诚的、很大方的这样，然后也很谢谢你们很坦诚、很热情的跟我们回应，谢谢。对啊，那接下来呢，要唱接。